天轮那个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而无明，而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真实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，这是大明，这是无上正数分的众，能除一切苦难的不知不觉般若波罗蜜多，到极乐庄严天地间地，不染净净，不染净净，不染净净，菩提萨埵诃。